那其实你也可以改成 sales。我讲过啊，sales 跟 range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什么，一个是名称，那一个是我们的坐标哈。那这边的话可以改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原来是 C 的话是三，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四啊，其实也可以，或者是这边改成 D 的哈。啊，如果这边因为统一一下，全部都干脆用数字算哈。第四栏啊，这边也是第四栏，本来是 C 嘛，你可以把它改成 D。或者是改成四都可以，四这边也改成四。那筛选条件的话就改成第四啊，第四栏 field。那其他的话贴上的部分也是一样哈，移到哪一个工作表贴上的话，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，名称啊这个地方是哪个名称贴上，或者加一个这个地方也可以改这样，或者是改加一都可以了哈。名称的部分的话呢，一样哈，可以用那个我们的哪一个 sales 的哈，这个是栏哈，然后其他好像就大同小异，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产业别，OK，那两个其他当然也有产品，那我们还可以再利用这个部分的话哈，把它做成刚刚看到的，可以自动清单下拉选单，可以自动产生哈，OK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试看哦。